此案为60平现代风空间，作为屋主一家四口共度休闲时光的第二个家。空间使用利落线条搭作大理石、灰烬等材质，营造当代大气与微奢时尚品味。大面开窗引入户外景致，呼应悠闲度假的闲适氛围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我们想提醒留意三大重点。首先介绍端景间鞋柜拉出领域动线，接着如何运用石材提高空间质感与气度，最后是利用对称门扇收整不同领域。利用玄关的鞋柜间端景墙延伸出三面柜设计，串联玄关、廊道展示与餐厅，梳理出不同空间调性与机能动线。拱框作为空间转换的暗示，营造心情上的缓冲，在入室后可随其迎向开阔的生活场域。天花板以黑色凹槽纳入间接照明，彰显美感层次，并呼应石材电视墙与灰色壁布背墙，电视墙与餐桌皆采鲜明纹理大理石，营造出微奢时尚的居家氛围。餐厅作为私领域的过渡带，为了营造清爽的用餐空间，门扇采对称设计，其中通往厨房与客浴的门片使用木框砍玻璃的轻量化形式，中央采大图输出铺设屋主拍摄的风景画，展现人文艺术气息。玉成室内装修设计的洪玉成设计师创造一个惬意的生活空间，满足屋主一家人生活习惯与需求，借由现代风手法串联整体场域，刻画出和谐、大气又不失时尚的品味度假宅。